好，那除了我们这个牛肉汤，包括其实看到我们的彰城麦芽饼啊，或是我们的西景村卤味啊等等明星食品伴手礼，很多都是台南很棒的，就是石锅鱼粥，是，其实都很好吃。对，为什么刚讲牛肉汤也就是也是担心身材，如果不考虑这个的话，我可能会选花鱼，因为牛肉比较没有淀粉，是。是好，那今天为了迎接你来哦，台南乡亲非常的热情。你看，像市长说，这个是我们石锅鱼粥，对不对？是白肉，白肉的，这个有很丰富的 DHA， 很丰富的蛋白质哦。那包括我们安平最有名的什么？豆花，安平豆花，热爱豆花的人，对，豆花也是一个很棒的甜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包括像台南六甲的蛙粿嘛，就是一开始吃全部蛙粿都没去啊，都夹料料的蛙粿。我至少吃到四五个。哦，觉得怎么样？好吃极了。是。我那一天吃的蛙粿，我觉得我才是哦，原来这才是蛙粿。所以要蛙粿是这个味道。要吃蛙粿要来哪里？台南。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状元糕。对，这个是状元糕。是以后说是茶红拿状元。哦呦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那包括我们有这个香肠，还有包括其实这个也是很特别哦，我们的霸丸跟这个藕桂。家人，这是霸丸。对，霸丸，然后还有台南必吃就是鹅肝。鹅肝有吃到。鹅肝有吃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起来这边准备这么多啊，那。哎，我们想重温一下，包括其实很多的伴手礼大家都看得到哦。我们有台南很多很棒的伴手礼，稍微带一下看一下哦。有没有哪一个你觉得特别哦有兴趣？像小叶布丁就也是大家很多人年轻人。